哎，没啥暗暗示。反正如果是我来说的话，我的话，我要是直播吃鸡的话，反正我开罐也无所谓啊，我就开了能怎么的呢？你无非就不要我播了呗。那么你醒醒，你没钱开罐的。对对呀、啊，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开罐的乐趣，然后让你们也感觉哎这外挂好有意思。但是咱们最后不能吃鸡，就这样，就感觉开罐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得说出来。如果你不说出来的话，被人发现的话就不好。一个外挂一天好几千，买不起。没有用，那还假，什么挂不挂的？我玩这么菜，我也不开挂，鼠标红我都不开，关键是不知道怎么开。我用的这个什么雷蛇、蝰蛇、炼狱蝰蛇的这个鼠标啊，我查了那个鼠标红，不没有那个插件，还必须得买逻辑的。我查，那我能再花钱再买，我宁可不开，我宁可让人锤死我也不开。啥时候我就等到啥时候炼狱蝰蛇支持这个鼠标红，我再开。哎，垂直掉了，咱们三分钟什么三分钟？我好不容易玩完诺克，我就不点这把。三分钟什么三分钟？掉个人能咋的？完了，我天赋带错了。天赋带错了算个啥？没事，这把我就什么事儿没有。哎，小心点啊！上路人马估计上去了。操他妈！爱他妈谁上来谁上来，让爷上来！我操！我给他一起带走，你信不信？拉倒！安德，跟他，弄个！群牛逼，这一刀就干死他，真的！精准的一刀！哎呦我去，真的是我这个细节，真的我都预判到他能来了，真的我都知道他得残血走到这儿，所以说我一个闪现平 A 赶紧撤。我打的我残血走到这儿，这个人我都想到了，放心，这都在我意料之中。破神算，哎，再干他一下，完了，我操，打不着了，不行了，结束了。完了，杀不了，走，双 buff 不能浪，浪的话要死，死了翻不上。哎，为啥没人发起三分钟投降呢？你们不投吗？不对呀，那你们没人发呀？你不选择投，完了，诺哥，这儿呢，他死了，兄弟，干他！真的，他死了！你他妈想干啥？告诉我，大声的告诉我，你是不是闪现隔墙完了没过来啊？哎，他死了！哎个屁！我平 A 我都没他。哎呦我！别怕。我操！大哥，厉害了！我没皮，真的。第一次啊！我的妈！哎呦我操！什么叫第一次？我是他妈基本操作好不好？这才是我基本的操作，真的最基本，基本中的基本，基本的不像样。对，有意思啊，所以不要惊讶。他惊讶啥呀？我菜是菜了点，但是我基本操作还是有的。对，所以不必惊慌。坐下，好多观众都站起来了，干嘛呀？为啥站起来？哎，咱家中路是谁呀？小炮，哎，为什么现在流行中路这个 AB 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为啥流行中路 AD？ 我直播一天能赚多少钱呢？最起码得5块钱，真的，不骗人的啊，真的，我一天最少得挣5块钱。5块钱，我感觉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一天能挣个10块钱吧，就行了，我就知足了。因为我现在直播得点着这个小太阳，不是啥小太阳嘛，就取暖那个东西。这东西吧，一个小时就一个电阵五毛钱，我得把这个钱给挣出来。还有我那个直播用那个电脑的那个电阵钱啊，这都得挣出来。不能说拉倒就拉倒，这钱还是要挣的，但是要求不高，就是每天预算最起码得10块钱就够用了。我一回还得直播的时候我还得喝瓶水呢，是不是？我喝我不能喝便宜的，我得喝3块钱的吧，是不是？喝啥3块钱？喝贵的贵，喝那就超出他妈预算了，喝不起了。
完了，这锤石没想连上来，真的。锤石够呛，应该是有事儿，谁都有事儿的时候，应该理解一下。咱们带着走向胜利。等到一天挣20块钱的时候，就得喝5块钱一瓶了，是不是？咋跟双性泡似的？钱得慢慢挣，别着急。其实我感觉在 B 站直播的人目的性都不是太强，真的，这些人目的都不是太强，就是为了直播而已，知道吗？真的，不是什么为了特别高的人气也好，或者什么非常高额的签约费，真的这都不存在，知道吧？所以在 B 站看直播真的挺舒服，包括直播也是，我做直播也感觉挺舒服，非常纯粹。你看他这个炮车就不敢补，不过得干他。吹牛逼！今天你他妈敢拆这个眼，我真的，我以后就叫狗客，我不要狗客了。开玩笑的，我操，你上头了，兄弟！啊！我操！哎呀，你他妈再过了，冰箱我不要了。我操你哥！哎，这个逼真是，我他妈的，我倒没见过的。不行，我得干他去，我得。哎呦我你赢了。哎，他太犟了，真的，我真整不了他，真的。他打死都要拆这个眼，我这边兵线我跟他耗不起，兵线太多了，你不能补这个兵，知道不？敢补我他妈就干你，我让你俩一起上。别比较了。杀了四个！哇，怎么又来个人啊？我以为是我队友，我靠！哎，我四个人，真的，这时候就发挥出随时掉线的这个威力了。感谢阿尼尤顿的毕克拉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十分感谢，正常，谁都有皮过劲儿的时候，这很正常，无所谓，一个平台就来，就得干他，他妈气势不能输，那能惯他毛病吗？感谢方位木的毕克拉 ，Thank you， 感谢各位的水壶，谢谢。为啥都要来上路呢？哇，这都要上。虽然，你他妈怎么还来呢？刚才十过头你忘了？咋这么皮呀？你咋的？干你的时候你忘了？又忘了我踹你的时候了，是不是 ？low 啊，硬上脸。我操，这人他妈有点太多了。你他妈敢啊上来，今天我让你死了。我操，按不到啊兄弟。哎呦，谁给我点燃啊？你一上来我看看，来，你一上来我看看，来。完了，不行了，这人太多了，真的。这他妈一会儿干死我了，一万个人。我感觉我要凉啊。三个人。哎，你对，先偷了这个辅助。哇塞。哇塞！我瓜皮可以劈天下，我上来了。我操，这他换线我难受啊！没事，你最多不是他一会儿来弄死我。操，要越我，要越我他，杀了他！回血，大哥。这个 EZ 大也是歪的一笔，你不回家你就死人呐！你不回家你就死了。我不死怎么办？吹牛逼！你不死，我他妈姓倒着写着呢。莫小帅是吧？行，我不死，我就不死。
完了，这个卡萨丁为啥走了？我操，为啥不干他呀？你回什么家呢？真他妈皮呀、啊！完了，没事，反正也不知道我名儿，我哪倒着起来就是。哎呦，诺小战啊！静闹，静闹，出个三速鞋吧。我来了，你走吧，你打野去吧你，你还在这混呢？我就啊，一个人杀不着你，你完犊子的样吗你？哪两秒单？我有啊，我先杀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水银不着急。水银鞋其实，中后期团战的时候再换也赶趟。前期优势的话，换上这个三速鞋，来干他。我还有点钱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这狗头，狗头去下了。其实如果对面这两个人没有召唤师技能的话，没有闪现的话，我锤他俩应该不成问题。哎呦，那是上路到底有没有人呢？这EZ敢自己来，我真的，我送他回家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他妈今天不死我真的。我直播吃我家狗的屎，真的。先打不了，先不要E，万一他死。哎呦我操，这波 Q， 或者你必死，不死的话，这让我很尴尬啊。你这么皮的这个辅助真是。完了，哎，对面 NG 来了，哎，这跑了，太浪了，他点燃我了，他这边不点燃我，他够呛了，真的，这就要凉了，凉不凉？咱们可以先做一个绿叉，然后再做肉吧，毕竟是。毕竟锤石掉了，咱们还要作为一个中期团战的一个坦克来扛住这个敌方的伤害。他没有 AP 啊，没有 AP 也问题不大，有我就行了。没事，这把赢了，相信我，这把赢了。不赢咋办？这个 BGM， 我查一下有没有战歌啊？操，打个战车，妈的，这手。能不能有点气势？哎，这 EZ 要如果还敢自己来上路，他还死着呢。他不死，我他妈就活狗子。他死了，你他妈是真皮真的。操，这上路也是你能来的地方。我靠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那狗头是怎么被我打跑的？锤的他妈都不认得，还打个红的，真的哎，他真他妈是想死了他。打了呗，就打了。看我的风景都看着我呢。就打他们三个，打他们四个这回。赶紧跑！真的打毛线！别怕，敢来锤的，锤的四个。我不敢，我早溜了。操你上没有事儿，你，哎呦我上我。哎，你要是能把这个人马的这个大骗出来，真的摊杀都凉，相信我。我操你！你骗他我，你让我没脸。别上来俩干什么？好意思不？你让我都没钱。太惨，你走吧。好，骗了。你真他妈水，这螳螂真的。你瞅他三个怎么死啊？你瞅他三个，那三个怎么死啊？有本开局，局不上就干。别着急，需要策略，需要战术，知道吧？不能贸然的上，这边上的话容易被封着。但是他再皮的话。我肯定不能忍。哟，差不多在中了，快，走中了，哥们儿。急啥的？推塔一个比一个慢，急啥？他想死，我成全他。他应该他这边有波闪现，没有加血。干他！你他
妈不死，哥们儿，喝人摔。你他妈不死，真的。来，谁来？来，再来，来来来，你传送来。狗头。狗头。狗头。哎呦呦，我出了哥哥哥。再送了，要不然一走了，我发育发育吧，我打点钱，打点钱，没事，这把凉不了，放心，有我在。一身四级甲，全身平底锅，我操！他妈还来上路是吧？还来上路是吧？一周你他妈锤死你！哎呦！这个中单小炮啊，真是。他如果是个 AP 的话，我们这边能好过的，好过一点。这局你别再输输装，全输装，全输装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慢打。这把不能停，这岂不是要围殴我呀？我操！先走。狗头你不干了，这地方你都敢走过来？这是辅助吗？这打怎么？别打了。哇，这手！我再能扛的话，不是我再他妈一身武力，我也打不过三个人呢。风筝我呀他，对吧？还有这个辅助跟呢，见不见？咬个辅助出不下，回家了。没办法，这辅助这么耗我扛不住。你等我这边来，等我这边来，这儿等我，等我到一趟。不敢推了，再推他们都得死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Oh, 厉害了！我这兵相当的厉害。三分多没意思，投了就没意思了。主要是没人发起这个投降呢，我操！有点尴尬呀。这边人可以啊，能不能别立服了？攻速还是慢。这个辅助一会儿肯定过了，哇！这点头啊，大哥，来不来？这辅助肯定过来，对，十四人杀人球。
让你们一帮干我来。干干干，先把那个给秒了。哇！往哪走啊？打完人就想走。哎 ，Q 一下，我操！完了完了完了！你快出来！快跑！快跑啊！这啥？哎，就你这个螳螂，真的。没什么干。老人辅助掉了，不知道咋玩了。别说不知道咋玩，跟辅助不挨着，是吧？咱们得慢慢打，别着急，越急越不好打。刚才这边没有大，有大的话好打得多，主要是用大招杀这个辅助。哎，有大就好了。刚才有大人好打。刚才有大哥赢了。这辅助怎么跟个欠儿似的呢？我发现你他妈怎么跟个欠儿似的呢？你啊！我操！原来你没来呀、啊！然后后面默默观察，不会揣摩我在想什么，我操！我找，为什么着急？我看到了狗头，这就很尴尬，你知道吧？再出一个摄像头盔，或者是这个盔甲吧，这个。魔抗比较低，这辅助打我都特别疼，有点魔抗。哎，我躲了一个一贼大，我躲了三个大招，那你也得死，先溜，往我这儿跑。有蓝 buff， 他先不打蓝 buff， 往我这儿跑。我哪知道你在那儿？没喝酒就补波。大龙不要掉吧，咱俩龙一条也没掉，他没敢打，他没敢打。有这个辅助不行啊，他诺手可以出三项，但是三项跟这个黑蝎比性价比比较低，优势的话可以，但这种局的话出完伤害不够啊。别着急，拿点钱升上级，先升到十六级。守一下家呀！我操，家都没了，守家呀！哎，守不住的，守不住，谁说的？我去，就守不住了。别打别打，等我等我等我，没有，我不在那根本打不了。那又跑了，我做个绿甲吧，这个 AD 点火啊。咱家这维恩还可以，不是瓜皮。维恩可以，但是扛不住啊，我呀。可以开了，但是没有控制啊，这怎么打？对啊，没个先手。正义荣耀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准得像这个小炮一样，知道吧？你敢冲啊，得冲不了。走吧走吧，毙了，走了，状态不好，撤了，走了。狗头来了，再拖一会儿要完啊，一会儿就要被开了。你随便斩杀一个，咱就得收割了。哇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可以。
我在后面弄个边儿，加油！让我操，让我就帮帮帮忙。技能出来人吗？完，追不上我，我他妈我知道他血少，我闪现过去是一个大干死他，真的。锤他吧！来干他来！这他妈给你狂的！操，必定他妈三级大招啊，兄弟！吓了对面的高地。这都上高地了吗？猛啊！我这就没想成。哎，别被他干死我！干他！哎呦我去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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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死，搞不好大王要丢啊！丢不了，不敢打。小心一点，哎，这么打就要就容易丢了，这样就容易丢了。去这个大龙看一下，哎，小心一点，没事儿，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。他不敢打，不吹牛逼，大龙你们敢打，今天锤死你的呢。他敢打，我要他，要河蟹，我操！这给你。干了！他妈还溢上了啊！还他妈溢上了，这给你厉害的。厉害了。忘了死人长血了，他真的。空中就摔了一撇。惯的毛病，真的是。但是不要浪啊，打野浪是容易被反推和打的话，这狗头给我到了，你也要打死他。毙了，最后一件的话水银没什么必要，就有一个人马的这个控制，换成水银鞋吧，先鞋换了就可以了。最后一件深渊镜头盔，不，最后一件做春哥吧。春哥，做春哥，这东西可以金身是吧？记着点，不可以，我经常记不住。啊，这个可以，春哥不可以。嗯，稳一点，就别被单抓就可以了。单抓的话，三打五是肯定打不过的，可能。好，这小矿还是搞他要死啊，他我到十六级那就好了，到十六级稳了，三段进化了，非常猛。哎，这一直封着我难受，给我一顿减速。其实可以团，对面装备不太好的。这边哪？只要威恩不死，他伤害打出来。只要有残血，或者让我剁起来，可以把这条龙拿了，把这条龙拿了。拿这条龙没啥问题，咱推下路。推下路。那可以，我先打野怪兽。没事。哎，人马在野区。捧着了。妈呀！这挺有血，我这个加热了，帅的艳丽。推下路吧，咱们来。哥们儿，我可以上了。有点跳。咱推下路。还有，让我十六级就好了。不用十六级啊，去干吧就。先手随便干，咱俩随便打。点这个塔，对，点塔，他敢上来他就死了呢。
赶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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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往哪走，就这些哥们儿，他一我等啊，他没走啊，我被封上了，我闪现闪现还差好几秒，走吧。哎，我金身为啥没用啊？我记不住这东西，这个装备我没出过。哇，这个风女还要追我吗？我操，兄弟！哎呀，不是我摁这个，他妈瓜皮的，你知道吗？真没招，你这，一点办法没有，很尴尬。等这个冲哥掉了以后的换个选手，站不住。你竟然被风景追死了！不，我想回头秒他，你知道吧？对呀、啊，完没秒死吗？就我秒他扔了，他那 control 了，连 control 他的那个技能，他就那个扔出来了、啊。借口。不，我也不知道什么，玩游戏就老是摁到 control。借口。屁股，等我十六级，等我十六级，我开着，等号都十六级了。绿叉暂时不能换，我怕薇恩被秒了以后伤害不够了，还是不能换。等那个春哥做完之后，然后掉了之后换个血手就可以了，就顶一下这个爆发伤害，扛住第一波就够用。打呀！不能浪了，上路，被封上就走吧。这边可别人干场。哇！哎呀！这没招啊！哎呦我的妈，大哥！这救不了的。赶走。别死了！Oh my god， 没招！哇，你为什么上？这边打了一下，掉了。薇恩前期被干残之后，一滴血没掉，就一滴血没打到敌方人，贼混！真的，这一波他伤害输出几乎为零。太硬化不能控啊，不开啊！杀这个 AD 兄弟，杀这个 AD， 杀不了，他没蓝，我知道他没蓝，不要纠结他打这两个塔，干前排没有用，谁也打不动。走啊，小炮干嘛呢？这小炮仗着自己他妈有这个冲哥这么牛逼吗？赶紧撤，赶紧撤，咱们还能反打呀！太他妈反打了，推了记录了。下路又是掉了，把下路推了。难玩。完了，爆三控。这不能正常打一波吗？总得被抓着，抓一个。这时候确实有点疲软了，队友伤害打不出来的话，咱们自己很难打出想要的伤害啊。大龙没了，比较难，差个眼呗。这我肯定不能探了，我探进去之后死了一波了。刚才中路那边小炮被抓，有点伤。不抓的话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哎呦，我居然不追了！回家，守一波，回家守一波，回家守一波。
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百分之百守不住，就是最后一波了，反正好好打一下得呗，打得过打，打不过就拉倒。还有15秒，那个小龙路真拿三对，还废什么话呀？这我就说人家屋里凉吧，昨天我玩电脑就这个状态，手冰凉。哎，这个远古龙不能让他拿了。对啊，再打锤子还对呀呢，走了，跟他们打。再他妈就不用玩了，真的。别他妈跟个傻子一样在那儿行吗？哇！一代啊，哥们儿。二道一代。推家推家去推他们家，哎我操，不行，回家回家，避我避了我避了，哎你跟他打龙，你跟他打龙吧，惩戒惩戒惩戒，我回家回家，没惩戒啊哥们儿 ，OK， 守住这波咱就能赢了，哎呦我去你妈，这是个大锤子，给我锤死了，先打小子再打大。还在尽力抗争啊，不能认输啊，没事，中路还有一分钟再等你，有这个龙咱能再等太多了，别被偷家就行，我操，这锤石都升级了，可以，这锤石四个药了，你没看着吗？看到了，这个东北的辽宁铁岭，这个远古龙强行续命一波，等他们推吧，咱们肯定不能出去了，等他们推吧。完了，把这个兵给推。然后咱们反打一波，如果能赢是最好，输了就拉倒。稳赢，稳赢，稳赢。拿什么稳赢啊？拿这条远古龙。远古龙有的时候他不能上。这边准备爆头了。上路，首先上路。有了上路还有一分多钟呢。中路要好了，对啊，中路好。OK OK， 来，等我，继续等。我直接先开吧。咱们应该直接先开了，哥们。被封上去，完了，凉了，没办法，这太囊了，真的。我为了杀这个 AD， 没办法。如果 EJ 死了的话，我们这边就能赢。咱这风女一直保着他，很难。